今次呢個音樂會咧，一方面係籌款，一方面都有個教育嘅意義。係因為今次其實有好多樂手同埋工作人員都係視障人士嘅，所以演唱會都可以搞得到啦。咁其實有好多嘢都可以俾機會佢哋啦。咁啊，另一方面就開心可以同到啊老 Sir 可以合唱啦。我覺得好榮幸咧，即係有乜機會唱翻歌咁啊，更好彩嘅，我覺得就可以同 CEO Star 一齊合作啦。呢個係諗都諗唔到，我會同佢哋唱歌，我覺得係非常有新鮮感同埋有呢個挑戰性。平等機會獨立，協進同行。50年演唱會，9月6日，醫管見。